我又来了，嘿嘿。马大哈，你今天买什么呀？给我来一瓶乌梅子酱。哇，我要夹馍馍吃。乌梅子酱你可真会吃，可我这也没有呀。真是要啥啥没有。那我走了。哇，哎，别走别走，我给你做我给你做。新鲜的乌梅子酱做好了。哇，乌梅子酱，这是最香。很好吃，像馍馍吃。姐姐，你能不能给我来点仪式感？懂你。你浅浅的微笑，就像乌梅子酱，我尝了你嘴角中的薄荷味道。是甜甜的情，来的这么确定，因为你没。姐姐姐姐，我又来了，嘿嘿。哎呀，马大哈呀，今天买点什么呀？今天我还是要抽 Hello Kitty， 给不差钱。给，那你抽吧。嘿嘿。什么呀什么呀 ？Hello Kitty 我也要抽。可以呀，小月月，先给钱。借我妈账上，先抽。我先来的，我先。哎呀，你们别吵了，你们一起给一人拿一张。我就随便拿一张，我运气一直都好，这个肯定是大奖。那我就拿这一张。嘿嘿，大奖，大奖。哎，等一下，马大哈，我跟你换，我这个肯定是大奖。我才不换，你就是看我运气好，你每次都说棒棒糖。拿了，你给我，给我。上方大奖。这个送给我妹妹马咪咪，还给我！你耍赖！耍赖！哎呀，别吵了！你们说到底是谁在耍赖？什么？捉妖？大哥，我先去拉个屎。你给我回来！哼，你们两个胆小鬼！就是，我姐姐都变成梅花树了，都是你们害的。哎，是不是不敢去？就你们也配当官差，也不害臊？怎么说话呢？瞧不起人是吧？走，捉妖去。银角大王，你个臭不要脸的，你出来啊！臭不要脸，银角大王，臭不要脸，银角大王，臭不要脸。大哥，我怕。哎呀，怕什么？待会儿妖怪喊你们的时候，别答应就是了。何方来的小喽啰，竟敢辱骂大王我？宝贝葫芦，告诉我他们的名字。我要把他们全部都收了，泡酒喝。哈哈，包小月，我叫你一声，你敢答应吗？包小月是谁？我不认识。真有你的，那个小矮子同十二，我叫你一声，你敢答应吗？你才是小矮子，骂我也不答应啊！哼。马大哈，我叫你一声，你敢答应吗？哎呦我别睡觉啊，答应我，起来打架呀，起来呀。你们这群小喽啰不讲武德，那个山鸡哥，我叫你一声，你敢答应吗？叫哥不行，叫声山鸡爷爷我就答应你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！银角大王，我叫你一声，你敢答应吗？嗯。抓住他了！小月月，你真厉害！你说这次梅花仙会把我姐姐变回来吗？姐姐姐不得了了，我的魔法包真的有魔法！什么？你是不是没睡醒啊？真的，不信你看。变大。
我的天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看吧，我不信你再给我变一个。变大。我都看见了，你们有秘密，快把魔方棒给我。不给。给我。给我。不给。给我。不给。给我。好。宝宝们，你们要是有魔法会想做什么呢？姐姐我又来了。嘿嘿，你怎么戴了个耳机啊？我最近在学 rap。 哟哟，先看到煎饼果子来一套，姐姐给我来个煎饼果子。好嘞。火腿肠要不要？要。鸡蛋要不要？要。我说鸡蛋你说要哦。鸡蛋要。鸡蛋要。鸡蛋鸡蛋鸡蛋要。要。姐姐多少钱？28.5。啊？怎么这么贵？对呀，这鸡蛋都是你要的呀。好吧。一个字，绝。姐姐，快给我拿块香皂，我要回家洗澡。给。好嘞。给。行，姐姐，我洗澡去啦。池塘边，藤上树上，树上的歌声叫人家听。洗刷刷，洗刷刷，洗刷刷，洗刷刷。嗯，这个香皂怎么没有泡泡呢？肯定是假的，我找姐姐去。姐姐，你这个香皂是假的吧？为什么没有泡泡呢？哎呀，对不起，我拿错了，那个是可以吃的香皂巧克力。姐姐，你还骗我，我不信。你不信尝尝。真的是巧克力，好好吃啊！姐姐还要没有？我还想吃一块。给，这块送给你吃了。谢谢姐姐，我走了。放学了，姐姐，我的冰袋。啊，冰袋刚刚卖完了。那怎么办？我的壳子了。要不看看这个吧，新到的货。这是什么呀？一见你我就想要微笑，脸庞气泡，全世界都扬起嘴角。爸爸爸比，一个温暖你的是想要，你的微笑是我唯一的想要。给尝尝。啊，味道真好，我走了，姐姐。